在这儿呢，队长。哎，呱唧，帮个忙。喵，皮医生，你在那个东西里面干嘛？皮医生在里面，在果冻的肚肚里。放他出来，你这个球。等等，别伤害他，我基本上没事。呱唧，皮医生怎么到里面去了？别管这个了，队长，咱们怎么把他弄出来？这可能有点难。你们看，树果冻是透明的，但是它透明的肚子周围还有几层充满水的透明皮肤，还有皮医生。走啦，走啦！不，停下！皮医生，我们再想办法把你弄出来，别瞎闹了。不是我，果冻，求你停下！起飞！呱唧，达西西，把舰艇开过来，西灵通，咱们追过去。哇哦！捉到了，捉到了！哦，撞了个满怀。达西西，靠近点，再近点。呀！呀哦！抓到你了！我抓到你了！果冻，住手！那是我的朋友，呱唧猫。猫鱼？不，不是猫鱼，它是……算了。呱唧，你还好吗？让我稍微冷静一下，队长。救命啊！我抓住他了，队长。哦不！他们要被那股很快的水流冲走了，不能闹着玩了，马上启动章鱼警报。海底小纵队进入舰艇。海底小纵队，皮医生困在一只蔬果洞里了，而那只蔬果洞又困在了一股很快的水流里。哦天哪！哦不！皮医生能听见吗？皮医生，不行啊，队长，我只能听见静电声。兔兔兔，你待命，可能需要你帮助。明白，队长。我们跟上那股水流。求你了，放我走！果冻加油，走喽！啊！果冻，能不能别挠我痒了？我们困在水流里了，我们会粉身碎骨的。小心水花呀！我出来了。队长，是你订的鲸鱼形象胶大气球吗？谢谢兔兔兔，把它装在章鱼摄像机附近，然后大家都藏起来。停下！你们这些讨厌的咬人鬼！嘿，哇哦！我们抓住你们了！抓住我们了！我是无辜的，我都没去过那儿。你们咬了我们的设备，这让他们坏掉了。哦，那个，我说我们是雪茄胶，我们以为你们的东西是食物，所以咬了几口。对不起。哎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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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你们怎么一直躲得那么好？不肯说是不是？哦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演示给你们看。你们的肚子会发光，所以我们从下往上看的时候，就和阳光融为一体了。你只能看见黑色的部分，这样他们看起来就像瘦瘦的黑鱼游过去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从下面没人能看见你们。估计我们没法再骗你们了。不不，没法骗你们，没法骗了。但你们怎么把牙齿留在我们的舰艇里？不要了，我们的牙齿会整排掉出来的，然后再迅速长回来。但那些消失的牙齿呢？我把它们放下来，结果就不见了。牙齿不见了，是因为给我吃了。你吃掉了自己的牙齿？
这听起来不太健康啊。嗯，如果是雪茄胶的牙齿就很健康，里面有很多维生素的。所以疑团解决了，但你们能不能别再咬我们的东西了？好好，但我们现在真的很想来点零食。哦，对，我想来点零食。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。这个鱼饼干比橡胶好吃太多了。绝对的。他说的没错。看到没，小萝卜，没有人能够抵抗得住你的鱼饼干。我也有点想吃了呢。不止你一个。